我哋系香港中文大学喺信息工程系一个核心技术，叫做网络编码。咁我哋利用咗网络编码咧，喺5G 物联网呢个领域上面咧，系帮助智慧工厂同埋智慧园区呢两个垂直行业，去改善佢哋嗰个沟通上面处理嘅一个通讯嘅能力。係啊，喺香港過到嚟咧，福田區最大嘅優點就係嗰個地理嘅位置嘅優點，因為咧係福田口岸距離只係一公里多啲，大概半個鐘到就由我沙田辦公室嚟到我深圳嘅辦公室。呢度嘅辦公個氛圍係好理想，因為有好多類似我哋嘅一啲嘅公司都係喺譬如香港過嚟深圳，變咗咧喺業務上面喺嗰、那個、那個氛圍上面好接近，所以咧我哋溝通起上嚟都多咗好多嘅業務嘅機會。深圳嘅市場當然係比香港嘅市場大好多，咁其實成個製造業嘅市場咧，我會見到咧係輻射咗去大灣區，而當中咧就以深圳係我哋一個嘅最近嘅一個節點，一個跳板去進入我哋大灣區嘅市場。咁於是乎，我哋當擴展去大灣區嘅時候咧，第一個目的地當然係深圳。咁亦都喺呢個時間咧，我哋有河套區科學園咧係建立咗喺福田區呢度。咁所以咧，亦都順理成章，我哋將辦公室咧就建立咗喺河套區呢邊，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核心嘅技術嘅研發，利用深圳進行進一步嘅產品嘅開發。在對接即係深圳市場上面咧，我哋見到咧喺河套區科學園裏面咧有一個非常之即係到位嘅服務。譬如喺我哋嘅技術透過同河套區科學園嘅溝通咧，我哋了解到一啲新嘅市場。呢個都係我哋最近咧係發現到一個新嘅商機。我哋喺中文大學研究咗出嚟嘅核心技術，當我哋進入市場嘅時候咧，最重要咧就係話即係揾到一啲目標客户啦。咁另外亦都好重要嘅就係揾到我哋嘅一個生態圈。咁喺深圳或者喺大灣區咧，我哋會更比香港更加容易咧，係揾到我哋呢啲合作夥伴。